为什么要慢一半半拍呢？再来一次，来，来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来，3、2、1，咏春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好棒！好，二字前仰马，打开。哇哦！好，准备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。哇，同学你讲好标准啊，而且很有力度哎。九，十。好哇哇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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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听好了，李正，蛇，回李正，蛇，你笑啥笑？哇，你脾气好大哟。哇，你脾气太大了。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来，我们再准备好啊，来，呵，回，好，警报全里，咏春，谢谢。哇！我问你们啊，你们学咏春是要干嘛的？要保护妈妈。对对，保护妈妈。今天如果看到有坏人，二字前仰马，坏人，哈哈，保护，哈哈，嗯。坏人，哈哈哈！对，哇哦，走，哈哈哈哈！对，站好哈。我还没拍呢。你还没？那你有准备好吗？老秦，你赶紧收，来，这个收徒弟带回去。这个真的，咱什么？我这一下我没教你怎么接话茬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话茬接的太快了？闭嘴，大叔。好嘞，我大叔。对了，准备开始。十个，快的！哎，还需要站好马步。嗯，特别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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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完就是我们孩子的表演是很骄傲、很开心。我其实有一度想哭。好，今天都看到孩子的成果了，希望你们都满意，希望你们以后也会带孩子继续去了解。